名震旗鼓。我相信我可以的。拜拜。上了，大家。怕你个知道，见面忘尘了。为了钱，我没得选择。去买一个坐骑来打 boss。野猪，抱歉了，要拿来打 boss。这不是我想要，可是这是必要的。黑洞导弹魔法功，boss 我来了，双 boss，I'm here。
瓦力基德应该帮帮了就应该会有好处。看一下紫光，够钱吗？60亿是吗？我们在打德一关 box 之前一定要拿到，我们要超幸运。这关就把所有幸运还给我吧，咱们来。69，走，我们就去。乐猪呢？不如要打 boss 了，帮帮他。待会我们会见面的。希望这个就是我破第三关的标准。来了 boss， I'm here。 大哥，我已经不是曾经的我了。哎呦，大哥，太危险了吧！巨象主王这么强了吧？哇，他这个一扫，大哥别，不错啊，超级大宝贝，这也是我即将研究一个东西，刚刚很惊险了，可是还是没有破掉这个关卡。可是我还是要说声，虽然讲心情很不好，可是 ending 还是要 ending 啊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之后再见。拜拜。